书展开幕，有书迷涌入会场。谂住平啲买啲书咁样，小说啊，或者系一啲电子嘅嘢咯。卖蛇针，我嘛卖咗啦。书展开幕，有书迷话觉得人流比往年少。感觉上好似比之前少咗咯，因为之前起码嚟亲都密密麻麻咁，行唔到路噶嘛。而家 B B 车都仲用到。除咗本地人嚟书展，亦吸引咗啲游客。呢度风味几好。读书文化好浓郁嘅城市咯。为期7日嘅书展吸引680个参展商参加，今年嘅年度主题系爱情文学。书展期间内举办大约超过300个嘅文化活动，为唔同书迷提供多元化嘅选择。MIN News 记者许卓婷报道。